的时候。不过这个看起来好像是钥匙圈。对啊。他就想说可以试看看可不可以拿到哥哥或者是妹妹。好，我们对停练的比较没事。啊，反正就扭一次看看吧。那就没错了。就这么刚好，耶！太好了。前面的。嗯，没有，它背面算有吗？有啦，有它的。还是有吧。对、啊。牌子在背面。嗯。那牌子在头。好可爱哦、喔。在逢甲大学的正对面开了一个新的扭蛋店，而且逢甲大学前面突然拓好宽的。在新的扭蛋店里面发现了科技罐罐。Oh no！ 就来扭看看吧。是哦，卡卡。白色罐罐。哦。第二颗，那、啊、如果扭到屁眼的怎么办？我喜欢睁眼的。我刚才听成扭到屁眼的吗？屁眼啦！哎，你这样会被那个、哦……你这样母汤，重复了。你马上撒野。在科技上面花了不少钱。上次说要喝一滴滴，这一组也有喝一滴滴。不要，最好是不要有。不要让它突然变形。好，继续。Oh no！ 哎，我好像看到不妙。我才需要透透气嘞！你有没有看到上面在讲什么？它上面说，路痴是一种才华，一直扭到重复的更是一种天分。啊，那好像是在讲你哦。傻眼。为什么路痴是才华？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是才华？问题是重点是后面那个是你啊。不是啊，第一句话都没有成立，为什么后面会成立呢？你这卷毛实在有够翻。底下开放留言说臭手到底是不是一种天分？再一次。对啊。终于是不懂了。我看到半身不遂的科技。什么？半身不遂？哦，哎，没有，还算是整个啊，这台比较大个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继续努力。What the fuck？ 你还敢说臭手不是一种天分？你是要多少罐头？啊，科技罐罐就是很多罐头。对啊，是没错啊，还真疗愈。你看疗愈，哦，还真是非常疗愈，已经太多了。我们到某一天又看到了肌肉动物。真是猜拳呢！一扭入虎
eventually.